见有其他同学，他说自己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，就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。我自己有，就是我跟一个朋友讲我是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你们就是华纳，他们以前的人会称原住民叫做番仔，那台语叫做华纳，对，那那个是一个不好的词，就是有一点贬低意味的。那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，没有特别以原住民引以为傲，也没有觉得它不好，它就是存在在我身上的其中一个身份一个血统，所以我自己有遇过这状况。其他人的话，因为我是在高雄，在很都市的地方，所以在除了我之外，我没有看到其他人的状况。而且到后期，到我高中、大学，甚至很多人听到你是原住民，说哇，你是原住民呢，我也很想成为原住民。在我现在，长大后这几年，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会，很喜欢原住民，甚至有些人会想要成为原住民的。